Hello， 大家好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的手机用久了，打电话的声音变得很小，有时候几乎听不到别人讲话。其实我们手机里也还有一个开关，只要打开后，就能把通话的声音提高一倍，而且音质也会有所提升。接下来我教你如何打开。如果你使用的是苹果手机，我们打开里面的设置，进去后打开辅助功能，最下面的听觉选项里面有一个助听设备，把里面的助听兼容性这个开关给打开，然后再找到音频视觉选项，把里面的单声道音频和电话降噪的开关给打开。如果你使用的是安卓手机的话，同样先找到里面的设置，打开里面的辅助功能，紧接着我选择最上面的无障碍选项，里面同样有一个单声道音频，我们只需要把开关给打开就行了。这个开关打开后，大家以后再打电话的时候听一下，音量是不是有所提高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大家觉得视频对你有帮助，就麻烦给点个关注，